今天是中央戏剧学院报到的日子，继艺考时忘记打印材料，演员胡先煦今天又忘记带身份证了。看着小胡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表情，略微懊恼的摸头和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小编很心疼，但也真的很想笑了。随后，爱奇艺记者采访到报完到的胡先煦，小胡盛赞学校园区，看完我都震惊了。我们这大学多好，我看完我都震惊了，我根本不想走。同时，小胡表示，父母又嘱咐自己好好学习，对于未来的学校生活也有着相当的期待。来上大学，家人有什么嘱咐吗？嘱咐我好好学习。